这油条我要的鸡蛋呢？但我咋没看到鸡蛋呢？泡一泡。这个胡辣汤可好喝了。牛肉粉，我的勺子呢？这油条我感觉还是弄鸡蛋的好吃。最近不知道咋回事，老是噎着。忘了给你们看馅了。韭菜盒子和牛肉馍差不多，只不过牛肉馍那外边那层比较脆，这没牛肉馍贵。给我男朋友留点。